坐下。好，今天很特别哈、哦，你们有没有带课本？没有啊，那就算了啊，那就算了哈、哦。那今天来当然就是要上什么课？数学课哈。那认识我吗？认识。认识？谁认识我？听过。哎，看过。看过。三年前还是四年有上过。哦，你有上过了，好险啊！来，我先徐老师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比较特别的数学课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这个是你们本来的分组嘛，哈？那你们老师有奖励品吗？你们有算加分制的吗？有吗？有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呢，表现好的我就送这个，回去跟你们老师换分数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可以了哈，对不对？那直接喊好就给你一个，这样好吧？那就收着，这样跟你们老师换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哈、哦、第一个游戏要来猜。猜什么呢？来，请看，题目念一遍。五个加。停。好，继续。两公升的油每0.3公升装一瓶，最多可以装几瓶？好，猜哦，猜你游戏，猜最接近的就赢，赢了就有送这个筹码。好不好？我给你15秒钟把答案写下来，不能讨论，猜开始，随便猜都可以，快点，猜的最接近的就好了。来，你随便猜，15秒，哎，只剩下14秒了，好了，快一点了，快一点了，随便猜了，猜错没关系啦。哇，你还用计算的犯规，不行，写计算的犯规没有分数，只能会用猜的。好，5秒钟、3秒钟、2秒钟没写的没有，哎，你没写答案拿几瓶，写个数字就好，写数字，哎，你写这个犯规哦，赶快拿下来。好，停！好，有数字了吗？停。对啊，有。停了，不能再写了，犯规了，不给了。好，所以你们想得太严肃了吧？停，看这边来，徐老师跟你讲啊，来，帮你跟你讲徐老师上数学课的规则啊。第一个，数学不会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啦，知道吗？数学不会没关系，所以就是，如果人家数学不会，你不会笑人家。不可以，对，徐老师最讨厌这样子，跟数学不会笑人家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各位同学，你们都有猜的，是不是还没有猜的举手？还没有猜的举手，你要不要猜？再给你3秒，你不要，不要就放弃了，没关系，我尊重你了哈。你要不要猜？猜很快，3秒钟，快点写个数字叫停，好停，放停。哎，我看还没来，还没写完呢、啊。好停，好停，哦，好，那再来，徐老师要问第二个问题啊、哦，我不知道谁猜对。但是有一个我很好奇哈、哦，徐老师很好奇哦，你本来猜2个嘛哈、哦，对，不行了哈、哦，他给人家猜6分之1不行，只能猜1个，好吧？刚刚有人犯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像这个叫犯规，他写算式，好，没关系，写算式我们等一下我问他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游戏规则是用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用猜的就不能算，可以吗？我刚刚没讲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喽。徐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，请问这一题里面有一个叫0.3公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老徐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什么是0.1公升？想一想，什么是0.1公升？如果你没答案，偷偷的问你隔壁的；如果你有答案，1分钟以后我要问的。想好了吗？什么是0.1公升？没有答案，赶快问隔壁的，快点！没有答案，赶快问隔壁的。有答案吗？有的吗？徐老师，等一下会乱点哦。哎，这个筹码是我的吗？来，他开始送了、哦、来，啊，配了停，还没有想好的举手，我可以再等你啊，徐老师可以再等你，你还没有问他吗？你好了吗？要不要再等你？好了哈、哦，好，那徐老师要问的哦，今天几号？9月29。29吗？当面29啊哈、哦，好，那就2号，谁是2号？好了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想要问你们这一组，好，告诉我。你觉得什么是0.1公升？你有听到他讲什么吗？有。有吗？有。好，他讲什么？你说。啊，你觉得他对吗？对。你觉得他对的举手。漂亮，我老师很喜欢你们讲，敢表示自己的意见，很好，手放下。那你觉得怪怪的举手。哎，好，来听听看，你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手放下，来，哎啊，好，那就是我们抓这只俩啊的，来，好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手放下。你觉得哪里怪怪？没有说公升。哎，没有说公升，你觉得要不要说公升？要。
哦，讲得好不好？好。掌声鼓励三下，有请。恭喜你得到徐老师的第一个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哦，哦，原来零点啊，你还讲完整，什么是零点一公升？十分之一公升。那请问你十分之一公升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讲吗？十分之一公升是什么意思？你呀、啊？那好，徐老师在问了、啊，十分之一公升什么意思？来，跟你讨论一分钟，开始来。你们都会吗？会讨论的。哈。哈。同款的，厉害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好，你好，来九号，来请说，十分之一公升什么意思？一百毫升。同意吗？同意吗？一百毫升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。那好，一百毫升讲得非常好。那徐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十分之一公升是把谁分成怎样？你觉得把谁分成几等份？哎、欸，你们组谁要救？哎哎，你救了。觉得一公升分成十份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坐下来，你坐下来讲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有讲哦，他刚讲一百毫升嘛，哈，一百毫升是另外一个单位嘛，哈，那个他，我老徐老师想知道的是他刚讲的，他刚讲什么？你能听到？有。他讲什么？一公升分成几等份？十份，啊，每几等份？每几等份就是十分之一。一公升分成十份啊，再来你要拿几份？一份。一份嘛，就是十分之一公升，也就是用小数讲是多少？零点一公升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越来越难了哦。来，请问你什么是零点三公升？来，三十秒讨论，什么是零点三公升？可以的吗？可以的哈，停，来，九二十八，十八号谁？哎，你要不要讲？哎，停，听好，徐老师一定尊重所有小孩，我上课一定尊重，所以你如果没有准备好，你就说徐老师我还没准备好。好，那没关系，那你有准备好就讲，来。三个零点三公升。来，再讲一次。三个零点三公升。三，停。哎，等一下，各位同学。有几个同学犯了徐老师最不喜欢看到的。我刚刚一开始有跟你讲，我上课怎样？对嘛，对对，哎，人家数学，我就先讲数学错也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说错也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养成笑面的习惯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来，再继续来，再讲一次。3:01。哦，3:01，你刚刚讲多少？记得吗？3:03。哦，3:03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觉得什么比较对？3:01。三个零点一什么单位？公升。哦，三个零点一公升叫做。零点三公。掌声鼓励，谢谢，非常好，漂亮啊、哦！好，那你觉得它是三个零点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你刚刚猜的哦，看谁猜中了，猜中的就有了哦。那你觉得谁会？你现在猜七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，猜六的举手。好，你是猜这两种答案，猜其他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哦，是我们最喜欢这两个，你猜多少？来，你猜多少？六点五，他们都猜六点五。好，这个要怪徐老师啊，徐老师没有跟你讲清楚，我们现在在装整瓶的哈、哦，那个半瓶的不能拿去卖，会被消费者投诉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好、哦，所以你的半瓶呢，你如果拿去卖的话，你会被告，所以拜托不要装半瓶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可以了哈、哦，对不起，这个要怪我，我刚刚没讲好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没有半瓶的，你们两个给你改一下，你会选几瓶？来，你写一下，给你们三秒钟写，快点！你刚刚有写小数的吗？你写一下。哎，这个要哎，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装瓶子去卖哈、哦，没有人卖半瓶的嘛哈、哦，一定要卖完整瓶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对，这个我徐老师刚刚没讲，对不起哈，来。好，那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哈、哦，讲七品的举手好不好？讲七品的来，啊，我听听看，哎，你为什么觉得是七品？阳光，阳
他用两公升除以零点三，他除出来，你觉得是几啊？好，你感觉了是不是？好，也是这样的。就是因为他有因素过去，他慢慢释发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讲得很好哎，来，你再讲清楚一点啊。就零点两公升除以零点三，就是除数要换成整数，然后二十，然后整数乘以十，然后两公升也要乘以十等于二十。好、哦，他讲得很复杂，拜托啊，你写下来好了。那你要前面写，你要前面写，你去前面写，写黑板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讲对了，我给你两个，这是送两个。哦，他讲得好复杂，来，好，那现在还有谁讲讲七的啊？讲七的，来，你要讲，来讲七的，因为讲六的等一下再讲嘛，讲七的先讲。来，他在写的时候，我就你就心里想，用两公分除以零点三，然后就估大约是2.1大于。哦，他用最接近的，他用最接近的，哎，你觉得用最接近的好不好？啊，他说，可是他有讲到一个，他再估起来是好，等一下你们再讲，来来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，哎，你怎么写来？20除以0.3，然后如果不是同一个那个位，就是同一个地方的话，就比较难算，所以。把它换成全部都是整数，就是这个乘以十，当然这个要乘以十。这样讲听懂的举手。哎，懂什么？你说来。哎，你讲对了，给你三个。他讲的哦，他讲的哦，不能你自己讲哦，因为他讲的我听不懂，那你就听懂，我知道了。因为他刚讲的我听不懂啊，哎，你觉得他刚讲的你懂？来，你说一下。他都把那个单位，就以这个来看，然后变成都乘以十。然后以0.3为单位来看，所以这里乘以十，这里要乘以十，我这里要乘以十，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乘以十？我吃太饱，哈、啊？变成整数，变成整数的原因是什么？比较好算啊，比较好算吗、啊？为什么变成整数的原因？谁要告诉我？哎、欸，来，谢谢你们两位，谢谢啊、哦！来，来慢慢的，好来，这个要快，等一下我叫你讲啊、哦。徐老师一开始又没跟你讲清楚，对不起啊、哦。徐老师要的是说清楚、讲明白，所以你的答案对，徐老师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学数学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，这样你懂吗？所以就算你这题答案对，可是他讲不出为什么，拍谁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我无缘无故，我为什么要乘以十？我为什么不要乘以100？我为什么不要乘以1000？你是整数啊，我乘以100不是也是整数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要乘以100？好不好？哎哎，换你补充来看。就是要乘以十，是因为它这个原本的就是单位是整，就是它单位是整数，然后再给它换成就整数换成0.1。有人听懂吗？我这次没有人敢听懂。不是，你要再讲清楚，我还是听不懂。什么？他讲什么？单位换成零点一，什么意思？不懂。就是因为0.3它是就是以一来看。0.3是以一来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整数，就是像二就是整数。二是整数，我懂。我知道他来来他两个，就是他说，就是如果以0.1来看的话，那个0.3就是三等是三等数。就是0.3就有3个0.1。哦，他讲这句话，等一下，懂了吗？哦，他刚刚讲那么多，原来就是哦，他把它看作三啦、啊，但是那个三是什么？他刚讲的好不好？他前面那个我讲懂了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来，但是，来，先给你一个回去。
另外一个最困难的又来了，这个写横是怎么写？横是横是要怎么写？二十。好，现在他刚刚没有解释，2除以0.3什么意思？谁会解释？一分钟给你讨论，2除以0.3什么意思？来讨论开始。其他三个人可以来救援，这样知道吗？四个人只要可以把这题完成就过关了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所以你不要怕，所以第一棒不要怕，第一棒跑不了，第二棒回棒嘛，知道吗？那徐老师的问题是什么？你要知道哦，徐老师的问题是什么？谁知道？徐老师刚刚的问题是什么？2除以0.3的意思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回到你们来，你们这组要不要？不要我换人哦，不要，不要我就。哦、还没准备好，那、啊、一定等你。你们这组要不要？那、啊、你们这组有筹码了，来来来，哪一组没筹码？你们要不要？这错没关系啦，有人会就来，你来开始来加油喽！掌声鼓励一下来，哇，有气有声。二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等那个二可以完成的那个两天好，然后就可以。同学，等一下，二在这个题目里面有没有讲？二是什么意思？两个。哎，你们这组的二是什么意思？刚刚想2000毫升，对不对？可是题目有2000毫升吗？没有。所以二什么意思？来救，赶快救！同学去救，二什么意思？二是两公升。二是不是两公升？对。题目有没有？有。太好了，来继续，二是两公升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你要解释这里，我只要解释这里，这里有看到20的0.1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只要解释这里，不要看这里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来，谢谢你回去，谁要出来继续？二已经讲完了哦，你们只剩下一关呢，这讲完就得分啦、啊。除以0.3怎么解释？谁会？除以0.3怎么解释？你们有人会吗？好，除以零，哎，你好，他要讲，对不起，他们优先了哈。来，你来讲一下除以零点三什么意思？把二分成几个零点三？好，把二分成几个零点三，听懂吗？二分成几个零点三是表示，好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，那是多少一平？是0.3公升。对，所以呢，除以0.3的意思是分成几个零点三？哦，有在找有几个零点三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同意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他讲得好哈，二就是两公升嘛，啊，除以零点三就是几公升一瓶，0.3公升一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来，那回过头来继续再讲直视哦。刚刚这个直视还没讲完，刚刚这只是你们讲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徐老师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，他这个直视哈，徐老师一直觉得怪怪的。你知道有谁看出去了？你发现哪里怪怪的？你说，就是0.3。你出来比，觉得哪里怪怪的？哎、欸，这个你们之前教过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请说，你哪里觉得怪怪的？有了，这里18，它因为这条线被这个挡住，拍谁了哈？拍谁？啊，这是这个黑板的关系，又加十了，来，哇，来，好，啊，谢，不是这个怪怪的，来，谢，哎，你好，来个怪怪的吗？徐老师给你一个提示哦，来看一下啊，哦，你这里看到多少？20，0.3，
题目有二十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所以你显然跟这个题目没有对到啊。所以这个题目有二，那这里要不要看到二？你觉得这里要不要看到二？那这里有看到二吗？啊，所以要怎么改呢？请讨论开始。啊，你知道没有？等一下，这些老师有提示的。我还是喜欢你们嘞，你们最穷了，要不要？你们要不要？要要，赶快拍一个出来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来，你觉得哪里怪怪的呢？他变得坏掉。来，请说。他指的是这个两公升，然后他在数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当做三看，他这里要补一个小数点，然后他这里要补一个小数点，然后这点零和小数点都要去掉，就等于是二十除以三。很棒，地方做得不错，谢谢你。来，其他三个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啊。徐老师的问题是原始题目，请看原始题目是多少？二，两公升，对不对？这里有看到两公升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怎么样才会让我们看到那个两公升？哎，只有他会，你们组要不要补充？没有，我要叫他喽。没有，那你来了，来加油喽。本来的二可以，本来是二而已，上面写的两公升而已，可以在这里先画成点。可是这里都要公除以十，换成零点一，所以这里画掉，所以这里画掉，把这个移到这里，所以这里要点。听懂吗？懂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听有啊嘛，所以你看哦，因为我们原来的题目这个是两公升嘛，所以你也要让我看到原来的题目嘛，所以这个是二嘛。啊，这个后面这个小数点是因为我为了要方便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它变的嘛。所以我要问你哦，这个小数点是新的小数点还是旧的小数点？旧的。那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？新的。那这个是旧的。后面这个新的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所以小数的除法有几个小数点？有一种是新的小数点，有一种是旧的小数点，对不对？厉害。好，那刚刚呢？所以刚刚猜七，你觉得对不对？三七二十一，超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超过了，可不可能？我们现在不是讲最近，我知道他想成是最接近的，可是我们现在在装瓶子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用最接近的去判断？这样你知道意思了吗？你懂了吗？他把它想成最接近，可是我们现在装瓶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都不能用最接近的判断，好不好？来选六的哈，来选六的，来，这节课还没有讲到话的，你写六的举手。我还是想找你啊，来，谁要讲？你们两个谁讲？你为什么选六？你们三个谁讲？我只等你三秒钟。好，你讲。为什么选六？因为那个零点三乘以六没有大于那个两公升。你怎么想的会没有大于？你怎么想？零点三乘以六多少？零点三乘以六等于一点八。哦，一点八，所以。所以把那个一点八公升没有大于两公升。所以最接近的就是六。六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讲可以吗？所以他是用心算去算。三零点三乘以六等于多少？等于十八，还是一点八？一点八。按如果十八的话，就是十八个什么？漂亮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接着。好。好，阿林或者其他屋啊，我就听懂了，知道吗？可是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懂，请问你最后会剩下几？公升，请讨论，请最后剩下几公升？部分量，那个部分量是乘以那个剩下，就是就量力。哎，各位同学，徐老师上个人的习惯哦，这一组里面
讲过话的，我不会再叫他。所以你们那组没有讲过话的会被我叫到，像你讲过的人我不会再叫。所以你有答案，赶快把答案告诉隔壁的同学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好，来，那我就开始抽了。十三号那组，好，你们这组谁没有讲过话优先？你讲过了啦，你没讲，你要不要讲？你要不要讲？徐老师绝对尊重你，不想讲我就走人啦。对下来啊，这时候徐老师就问李老师了，为什么要对这个小数点？明明这里就是二，为什么你告诉我零点二？因为如果我是二的话，它就大于倍除数，那不可以再乘了。没有啊，余数二没有大于倍除数啊，你这时候倍除数是三啊，对不对？二没有大于三啊，所以没有啊，好。他很好，他愿意出来讲，非常好。但是你们那组有人要救吗？赶快来救，赶快来救！哎，谢谢你哈、哦。你接力赛第一棒跑得太好了，来第二棒来接接看。我的问题很简单嘛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明明就写二，为什么是零点二？因为，假如说看成三的话，然后二十除以六，二十除以三会四等于六。然后等于18，然后余二，然后假如说六的小数点没有去掉的话，这样的话二会大于三，然后再把二看成两个零点一，这样的话余数会等于零点二。听懂的举手。你们那组要不要再叫一个来救？讲过的可以来救。我知道他最后讲对的，但是他讲的我们听不清楚，对吧？有人要救吗？没有，谁可以讲到让我们听懂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如果都没有人，哦，哎，有一个哦，好来，哎，如果没有人，你就领了，开始有人领来，有人要讲来，你来说说看。我知道你最后讲对了。就是回到最原本的，它的这个二值的，就是事实上就是两个零点一，所以。哦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他说这个二其实就是剩下两个什么？零点一。零点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它怎样？就是换成这时候是零点三，因为为了好算，所以变成三个零点一。哦。所以这边是本来是两个一，然后变成为了好算，所以变成二十个零点一。哦。所以这边就是最后剩下来是二，可是这个二不是整数的二，它是两个零点一。哎，那你都听懂了。我们刚刚不是为了好算吗？把它变成二十个什么零点一嘛，所以二十个零点一，这里剩下两，这个是二，是代表两个什么零点一嘛？啊，所以两个零点一就是什么零点二，所以剩下多少零点二多少？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是他没有想到我要的方法，我的方法不是这样。我的零点二怎么算的？谁会？有没有人会？讨论一分钟，我的方法零点二。谁知道我的零点二怎么算的？我刚不是叫你猜吗？你一猜完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来，知道的举手喽。我刚刚不是叫你猜吗？那你不是猜几题？好，有没有人知道零点二怎么算的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哎，说说看，零点二怎么来的？来，你说。二十也就是二十个零点一，是。十八也是就是一点八，所以减下来余数的零点。好，你要不要讲完整一点？我知道你讲对了，但是很多人听不懂啊。来，你要不要讲完整一点？你这个方法是对，来。再讲一次，再你的方法是什么？你先讲，来，你看零点二怎么算？来，你讲我写。我把它这个二十先看成二十个。十八，
二十个零点一跟一点八。算式算出零点八了吧？用一个算式，一个加减乘除都可以，谁加或谁减？二十减十八，可是没有零是吧？啊哈，那你就好，那你就用原来的意思减。二减多少？一点八等于。对，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刚刚就是想。你刚刚不是猜六瓶吗？那请问你六瓶是多少？所以这个前面应该还有一个算式嘛？一瓶多少？一瓶是多少？一瓶多少公升？零点三。然后几瓶？装几瓶？六。装六瓶那怎么写？乘以零。乘以零点六。所以等于多少？一点八，对不对？那零点二怎么来的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吧？哇，你们太厉害了！那这题 OK 了，可以吧？换一题难的好不好？来哦，这题就要算了哦。啊，等一下出来要告诉我。来，我们这次的油就换多一点的，来，五点七，点二四，好，开始算在你的白纸上。不会的可以问同学，我给你三分钟算这题，开始。不会的可以问同学哦。这么强哦！好，等一下出来说明哦。算完了之后，你要练习说说看。哎，阿徐老师要希望你先写横式哦，先写横式，再写直式。你写在旁边这里可以啊。哎，啊，这里有剩下多少哦？对。要记得哦，我们要卖的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瓶一瓶要装要卖的哦，好，刚刚记得哦。你们都不用问人哦，都不用求救吗？我需要求救。要求救的讲一下喽。好，那你要不要练习说说看是怎么算的？同学，来你看一下，你有对到我的吗？我问你什么？你打怎么写？这个同学你打怎么写？啊，对啊，你的打怎么写？你没有觉得怪怪的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来停，各位同学停，来请坐好，来来大家看看这张哪里怪怪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同学写得非常好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怪怪的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？来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到这个呢？哎，不要再算了啦，没时间了。来，有没有人觉得这张哪里怪怪的？来，知道吗？来，哎，这边有人看到。你都没有讲啊，你先讲。零点七五不算是一品。我看看有没有讲。你先，你的答案先，你说几瓶？答几瓶？二十三点七五瓶啊！我刚刚有没有讲过？啊、你会被告吗？你忘了、哦？我们刚刚有没有讲过二十三瓶，然后剩下多少？剩下七十五。你确定？七百五十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来，各位同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来，感谢这位同学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更精彩的来了，来，这个同学说二十三瓶，
没有错吧？二三零应该是对哈。剩下多少呢？剩下多少？剩下0.75公升，同意吗？同意。不同意？哪里怪怪的呢？停停，我给你讨论，哪里怪怪的？一分钟讨论起来。你们小组都这样哦，他哪里怪怪的？哎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不是。所以你告诉他们，你告诉他们。哎，就是这个啊，你觉得这个对吗？剩下多少？剩下多少？剩下不到哦，0.75，不到一瓶。可是我有问你哦，剩下几公升哦，我有问哦。那你写答，答，对，剩下几公升？单位量乘以剩下的。好，来停，可以了哈、哦，停来。哇，各位同学，哇，已经时间到了，没关系，我把这里讲完再下次好不好？因为太好玩了，来。徐老师发现哦。有两派，我们班的、啊、有两派，一派写23.75，一派写23余0.18，就这一张嘛哈、哦。啊，你是写23余0.18的举手，那派的举手。也不一定你们对哦，不一定你们对哦，先讲哦，手放下，你是写23.75的举手。哎，说不定是你们对哦，你们刚刚都是这样子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只有他不是，只有他不是。好，来，这一节课没有讲到话的举手。这一题答对，最后一题我送你2颗。我们去安达，我喜欢你，来，你说，那你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他一写啊，那就不要懂了哈。来，你注意听，我等一下再叫你，好吧？来，你跟我来，注意听，你是写多少？23.18。啊，你出来一下来，你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的对吗？你要注意听哦，我要再叫你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掌声摔下来，感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。
徐老师有一个问题哦，你有没有发现最后了，最后来，你有没有发现来，这个余数哈、哦、要对齐新的小数点，被除数的新的小数点还是旧的小数点？旧的。新的旧的？旧的。有没有知道为什么？还知道我在送，为什么余数要对齐旧的小数点？有没有知道？讨论要吗？啊，没时间了，好、哦，没时间，那没办法。有没有人知道？这个，因为这个十八其实是它，有没有换过了之后？它本来是5.7呀、啊，你是不是给人家换成570个？所以这个最后是剩下18个嘛。所以你在它模拟余数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再给它换回去原来那个？要嘛，不然你就会变成18公升，就吓死你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听得懂吗？好、哦，所以余数我请问你哦，如果考试的时候问你余数要跟新的小数点还是跟旧的小数点对齐？旧的。旧的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哦，这个商数，你觉得要用旧的小数点好吗？还是用新的小数点？三岁的。有人知道为什么？哇！知道了，马上来送3个，快点！你们知道吗？当然有人知道了，快点来，加油好了！其他人可以接哦，他都讲不好可以接哦。如果用新的对下来的话，它就是变18公升，这样就有可能就是。哎，我们现在在讲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在讲三哦。所以你不要开始发了。讲三。我们现在讲三哦，他还在讲18，拍谁了啊？拍谁？好，来，我来摘吧。啊，我要回家自己想哦，嘿。啊，你要讲，好，我们来想一下课，来，你要讲啊。加油喽，三个。因为它的被除数跟除数都已经换成了整数。所以他这个介绍对齐的，有人听懂吗？他说被除数跟除数都换成新的数字，所以三叫新的数字，可以说服你吗？不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行啊，听好，好来，好，还有过来吧，好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回家想一想，想完这三个，告诉你们老师，好，知道吗？现在是告诉你们老师，来，我还刚忘记一件事情，来。我都没教到你，来，你出来，你把这个再讲一次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来，来，加油喽，加油喽。来，请问你，这个5.7除以0.24，第一步要怎么做？你告诉我，第一步我们要怎么做？你会吗？不会啊。那你刚刚听吗？下次认真听好了，我就会叫你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下次只要他会算5个，可以吗？只要认真教他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开始了哈，时间到了，来班长，现在剩下的就回去跟你们老师讨论，好吧？来，班长下课。来